流量明星演戏有多不敬业，流量明星在舞台上演军人时，那演技真是对不起他身上的军装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吗？你先走，别管我，我不想拖累你。我走往哪走？我们是兄弟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我自己走呢？今天你走也走，不走也走。染黄毛来演军人可真有你的。吴京拍战狼时，为了能更像个军人，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练习。军人他的持枪是非常专业，第一次演职业军人，我们就是军人。林毅，放给放下枪，放手放枪，放手放枪。吴京的敬业程度是小鲜肉一辈子学不来的。肖战在某部队中演军人，他甚至连敬礼都不标准，还演军人。小学生敬礼也比你用心，看不到演技，也看不到态度。张译演警察的时候，狠狠地给肖战上了一课：什么叫警察？什么叫军人？也是这样，他这个地方是平的，请所有的人收起笑容，所有的人的脚下不要来回的晃。肩膀往后挺一点，到这儿要有一个明显的停顿，然后再冲着手掌转身，再过来。这敬业程度，肖战要怎么比？黄子韬去军训出汗，还要拿纸巾擦。你是不是现在你特别愤怒？不要张纸都不给，凭什么呀？刻苦训练归刻苦训练，你停！我跟你说，在部队里面没那么多讲究，进汗了怎么了？啊？他们得给你把什么都备着吗？进汗没要到纸就发飙，可把你惯的。吴京拍戏为了拍好，自己还去部队训练了好一点时间呢。你想怎么拍一个军事题材一个电影，这东西我都不会，开枪了我拿个枪跟个烧火棍子，我骗什么人呢？我这个到现场举着枪，前面挂个水壶，我说，他说你们在军队怎么练？我说我挂水壶挂砖头。吴京怎么就没有抱怨什么？不都是为了拍好电影？